身体打坐
静音。哎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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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临时换了一口气，因为太累了啊，临时换就是凑巧。你看我在中间那嘴巴马上尽管把嘴巴一闭，鼻子把气换出来了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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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越念你气越长，你命越长，无量寿光福不是假的。这看到没有？来，你给我来来，你不是复修很好吗？不好，就好好去说。连我都输，你还不输啊？就是这样，你不要轻视了他。所以大心念，微心念。自己耳朵受观音法门，不听外面声音，回转来听内在自己念佛的声音，越听越定，正入念佛三昧，眼睛也不外看了。这个声音只有自己听到，别人听不到，未听念啊。好，一口气一口气，未这个声音未的只有自己听到啊，慢慢听到心声，最后就配合观音法门，拜问问是自性圣境，这就是密宗。你们跑西藏说密宗，现在有几个有收成我也不知道，我都传给你们了，一点都不费力，什么被你到我手里都不费力了。到整家强强问了，哎呀，男老师为什么我不是老师，我是诚恳真话，哎呀，你有，我说道是天下的公道，不属于我的呀，我不过先知道了，我转告给你就是了，不能有私心的，私心不讲道，道是